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北派盗墓笔记》，当下最火、最真实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由老彩、乔晶晶为您领衔演播。第31集，昏过去后就没了时间观念了，我是被冻醒的，这后背一阵酸麻。胸口处呼吸都会疼，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肋骨断了。你醒了？我躺在地上扭头望去，一颗痣正在整理自己湿漉漉的头发，他身上和我一样湿透了。耳旁能听到喝水流淌的声音，我忍着胸口处传来的阵痛问道：红姐，我们活下来了？是啊，我俩命挺大。他也没心思和我开玩笑，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这一动扯疼了肋骨部位。哎，动作小点儿。我看过你伤口了，肋骨没断，是扭伤。一颗痣扶我起身，这时得了空，我便朝着四周观望起来。我俩的身前是一条地下河，我和一颗痣身处的位置勉强算是岸边，这空间很小，不到两米。我背着的背包没了，应该是掉地下河里被冲走了。万幸啊，一颗痣的还在，他包里还有一些冲击的饼干和应急的工具。靠在了一块石头上，我看着他说道：红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不会水，这要不是你救我，我估计就得被淹死了。一颗痣旁若无人，他自顾自地开始脱衣服，我赶忙低下了头。他的声音传来：这里没东西烧，也没法生火，先别卸了，快把衣服脱下来拧干水，要不然会失温的。见我扭扭捏捏，他摇头轻笑道：老娘我什么大枪大炮没见过呀，还怕你这童子鸡？赶紧的，麻溜利索脱了。就这样，五分钟后，我脱的只剩下了三角裤。这双手捂着裆部，任凭他怎么说，我都不肯脱了。这是我最后的倔强。哎呀，算了算了，你那裤衩子就穿着吧。一颗痣帮我拧起了衣服，他没再要求我脱掉三角裤。这下面是洞穴构造，他包里的对讲机用不上，这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卫星电话啥的。北斗的第二颗通信卫星是在07年才发射的，这样一来，我们短时间内根本联系不到大哥和三哥，现在只能是靠我们自己了。背包里的饼干被水泡发了，但现在为了补充体力，我们也只能吃这个。泡开的饼干是又凉又散，那真是入口即化呀，跟喝汤一样。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穿上衣服，一颗痣问我能不能走路，我强咬着牙说能走。二人结伴开始步履蹒跚地顺着不宽的河岸往前走。这条地下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我们走的呢也是这个方向。那个像蓄水池一样的平台现在已经看不见了，那么重，估计是沉到河底下了。期间路上我仔细地思考过，说实话还是想不通，那些粗壮的青铜锁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一件事，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那都是用的泛线模具法，施蜡法那是很靠后了。青铜锁链环环相扣，历经2000年不断。在我的认知中，西周时期根本造不出来这种长度的青铜锁链，因为工艺条件的限制。走着走着，水流是越来越急，我们行走的小河岸也是越来越窄。这开始我俩还能并排走，到后来担心脚滑掉水里，我和一颗痣改为了一前一后走，他在前我在后。这幸亏之前买的是高级的防水手电，这手电此时帮了大忙了。前方有凉风吹来，我感觉到了，
这可是好事啊。我当时认为只要顺着地下河一直往前走，肯定能顺利的找到出口。等等，可这时一颗痣却忽然停下了脚步。啊，怎么了红姐？云峰，你看那个什么东西啊？他侧过了身子，用手电照着前方。手电照明的范围有限，距离有些远，看不清。我只看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圆形黑影，就像是一些圆球挂在洞顶。这什么东西啊？我也看不清楚。小心点，走过去看看。一颗痣扭头叮嘱了我一句。随着距离拉近，这次我看清了，是某种长条梯形状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前面还用细一点的铜锁链悬挂着很多圆泥球，就完全看不懂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一颗痣抬头皱眉道：云峰，这些像不像编钟？编钟？梯形的青铜编钟啊？我真是吃了一惊，听他这么一说，我是越看越像。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大概有34种，扁钟只是其中的一种。后世人分类为圆扁钟、方扁钟、帽子扁钟、梯形扁钟等等。飞蛾山下的地下岩洞上，为何悬挂了这么一组数量庞大的青铜扁钟呢？扁钟前面的那些圆泥球是干什么用的呢？人们总是对一些未知的事物感到好奇。打一个下来看看。一颗痣从边上捡起来了一颗小石头，他抬手使劲的一丢，就像是打果子一样，可惜第一下落了空了。紧接着他又尝试第二次，还是没能打到那些圆球。红姐，我来试试。我从他的手中接过来一颗小石子儿。我小的时候就爱用弹弓打鸟，所以手上还是有些准头的。第一下就打到了，那颗圆球像荡秋千一样来回的晃了晃，但是因为力度不够没掉下来。这一次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扑通一下，圆泥球掉到了河里。红姐，打中了。一颗痣白了我一眼，眼看着掉下来的圆球正向地下河中心飘去，一颗痣迅速脱掉了上衣，转身说道：你在这等我，我去捞上来看看。还没等我说小心呢，他纵身一跃，又是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2分钟后，水面平静，我还没看到他的身影，那个掉下来的球也不见了。红姐，红姐，红姐！我急得站在岸边大喊。一颗圆球被水推到了我的脚下，一颗痣没了身影，给我吓坏了，呆在原地不知所措。啪一下子，一个人的上半身从水下冒了出来，看到这人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正是一颗痣。游上岸后他脸上阴晴不定：红姐，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受伤了？只看他脸色不好，我担心地问道。一颗痣缓了一会儿，转过头来看着我说道：水下没有东西，没看清楚，像是个人为建造的大转盘。啊，大转盘？啥意思呀？不知道，先别说这个了，先看看这啥东西。他指了指我脚下的球状物。哦哦哦，好。这个东西很硬，有足球这么大。我用尖石头砸了好几下才砸开一条小缝，就像开椰子壳一样。我把手伸进去想用力掰开这东西，第一下没掰开，但是口子被撑大了，我就用手电照了一眼，里边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我试着伸手去摸，这摸着摸着我脸色就变了，就感觉我的手指头抠到了两个窟窿眼儿。怎么了？我赶忙收回来手，坐在地上用手撑着倒退了好几步。红姐，人头。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多多评论转发，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2集。这是死人头？一摸到那两个窟窿眼，我就知道了，圆球里包的是骷髅头。一颗痣脸色微变，不过他比我反应要好一些，他强撑着说道：云峰，你一个大男人，亏你还是盗墓的，骷髅头怕什么呀？要老二在这儿，还敢跟这玩意儿亲个嘴呢？起来，我来。他柳眉微蹙，直接上手了。因为圆球之前已经被我砸开了一条大缝，这次他没费多大力气，用石头砸了几下就给整开了。这次看得真真的，我之前猜测的没错，圆球里面确实包着一颗死人头骨，头骨部分已经被风化。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颗骷髅头表面有一些鎏金层，这些鎏金层错落有致，看着不像文字，更像是某种图案符号。古代工艺中，我听过铜鎏金、银鎏金、簪鎏金、搓金银、金银蕾丝等，但把鎏金工艺用在死人头骨上的这种，我闻所未闻。头骨眼眶周围的一圈鎏金层金灿灿的，和纯黑色骷髅头搭配在一起，风格颇显诡异。一颗痣皱眉道：早年我帮一个承德团伙做后勤的时候见过类似的东西，不过那东西不是头骨，是一小段人指骨。当时那个团伙里的把头告诉我，说这东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他抬头看着洞顶上那些梯形青铜器说：云峰，你准的可以，这些东西粗看之下得有几十个了，砸一个下来我们研究研究看。啊，好。我点头答应着，这个高度跳起来都够不到，所以我还是用的老办法，用石头砸。我特意挑了一块个头大点的石头子儿，第一下我就碰到了，石头和青铜器撞击在一起，发出了悠响清脆的一声回音。听到这声音，我心里已经同意了一颗痣此前的猜想，这一排梯形青铜器 90% 就是扁钟啊。再加两把子力气。一颗痣抬头看着，最后这一下结结实实打着，扑通一声，扁钟掉了河里。一颗痣早有准备，他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东西给捞上来了。捞上来后，我俩就研究这件青铜器，上窄下宽，身上有些红斑绿锈，除此之外腰线、范线、云雷纹都做得很规矩，这是一眼开门的西周老货。我掂掂分量，感觉这分量有些过于轻了，轻轻一提就起来了。红姐，你试试。我怎么感觉这分量不对劲呢？一颗痣伸手拿了拿，这么轻，这不是青铜的？他岁数比我大，常年混迹这一行，见识过的东西比我要多得多。他用指甲扣了扣铜扁钟上的那些绿锈，这绿锈很浮，轻轻一碰就掉了。绿锈一掉，梯形扁钟里露出来了灰黑色的底色。一颗痣看了之后皱眉说道：不是青铜的，这是个好东西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天铁的铁扁钟。我眼睛一瞪，不可思议道：红姐，西周时期有铁器？没有吧，你是不是认错了？一颗痣摇了摇头：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天铁，不是生铁。铁器出现在春秋晚期，
说白了天铁就是陨铁，是陨石矿。怪不得一上手就感觉分量不对呀。他说梯形扁钟是陨铁做的，其实是有依据的。就前几年，在96年的时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门峡文物工作队联手，他们在三门峡市上村岭国国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最终发现了两枚锈迹斑斑的铁剑。这两把铁剑出自国仲墓，经过 X 射线的放射分析，在铁剑身上考古队发现了很多类似高浓度镍的不明成分。最后青铜时代的这两把剑被国家考古队认为是陨铁剑、陨石剑。红姐，你说这东西这么珍贵，要不咱们背出去。知道了这扁钟的珍贵性，我心中起了一丝贪念，我心里就嘀咕呀，这与其放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河里，还不如让我拿出去，也不算暴殄天物，对不对？一颗只看了一眼地上的扁钟，他也有些心动。也没多沉，那咱就带上吧，这地方估计几百年都下不来一个人。他摇摇头，意识让我带上扁钟。我脱掉上衣，拧成了一股绳子，也不嫌扁钟凉，把扁钟背到身后，用衣服一捆，然后在胸前系了个绳结，这就算完事儿了。我晃了晃，纹丝不动，稳当着呢。哎，胸口不碍事了吧？啊，没事了，红姐。我拍了拍自己背后，背着几十万，现在一点都不疼了，好着呢。一颗痣赶忙笑道：“别慌，等出去了，我再找帮手来。到时候叫上老大老三，咱们把这一套都拿出去。”配套啊，那感情好。我紧了紧胸前的衣服背带，我们沿着地下河继续往前走。我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总感觉挂在洞顶上的那些扁钟，就像是挂着的大把钞票一样，在随风摇摆向我招手。离开这大概200米左右，走着走着，我鼻子一热，突然是没来由的流了鼻血了。等等，红姐！我赶忙是扬起了头，向一颗痣喊停。一颗痣这时还不忘调笑我说道：“哟，小年轻人就是火力旺盛啊，光着膀子都能流鼻血。你等等。”一边说着，他一边从自己身上撕下来一段布条。头抬高，别乱动。我给你擦擦血。红姐，你怎么也流鼻血了？我看到一颗痣突然也开始流鼻血，也不帮我擦了，他也是赶忙仰头用布条止血。砰的一下，就在这时，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金属打击声，这声音听起来和敲扁钟发出来的声音有些像。我背着打下来的扁钟，扬着脖子回头望去，那一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地下河上不停的冒泡，那些吊着泥球骷髅头的铜锁链开始快速的拉动，几十个圆泥球开始左右摇摆，很有节奏，开始一下一下的撞击陨铁扁钟。那些撞击的骷髅人头在某种水泄机关术的控制下能自主运转，这些扁钟开始自行演奏一场2000多年前的音律。低沉的扁钟声越来越响，仿佛传到了人的灵魂深处，我听着只是头皮发紧啊。隔着不到200米，这声音听着听着，我就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发胀，心脏收紧，太阳穴两边的静脉血管都开始鼓起来。我刚刚流的鼻血现在根本止不住，这鼻血是越流越多。一颗痣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同样是鼻血止不住，他眼睛涨红，额头上青筋隐现，就听他怒声大喊道：“云峰，快跑，我们要死了。”很多人不知道啊，扁钟自己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它是要在锤子的敲击下震动，震动通过看不见的空气作为介质，最后传播到人的耳朵里，故此成了扁钟绿音。几年之后，为了搞明白其中的原理，我花了些钱冒充了一位香港艺术团团长的身份，
我找到了曾任职国家703乐器厂的老技术员王丹教授。这王丹教授曾亲自主持完全复原了曾侯乙扁中套组。于是我向他老人家请问，这在某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扁中的声音能杀死人呢？王教授听后十分诧异，他问我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说我好奇。最后他告诉我这是有可能的，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人能用高分贝的声音震碎玻璃杯，那扁中也有可能。如今回首，这就是一场要人命的音乐会啊，演奏者是几十个有鎏金符文的骷髅头，乐器是一组西周时期的云铁扁中。而请我和红姐听的主人家，想来不是别人，应是介侯。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3集。快点，快点跑！我和一颗痣互相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沿着地下河岸往前跑。身后钟声悠扬，地下河的水流是暗潮涌动，水面上逐渐起了一个小漩涡。正如一颗痣所言，水下有一张巨大的类似轮盘一样的机关术，这水下轮盘带动了青铜锁链，青铜锁链拉动了鎏金人头，最后人头撞响了编钟。我大力地用手捂着鼻子，奈何殷红的鲜血还是透过了手指缝，滴滴答答地往下流着。就在这时，一颗痣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他冲着我大喊道：堵住耳朵，往回跑，往回跑啊！他吼完这句话，不由分说地开始拉着我就往回跑。跑了这么远，再往回跑，那他妈不是送死吗？我搞不清楚他的用意，但还是被他带着往回退。尽管堵住了耳朵，但这可是往回走，越靠近声音的源头，我的耳膜就越疼，连爬带跑的跑回到了原点。丢，把钟丢了，丢了它。一颗痣胸前的衣服已经被自己流的鼻血打湿了一大半，所以他说话的声音有些虚弱，强忍着耳朵里的阵痛感，我解开衣服，猛地把身后背着的编钟丢掉了地下河里面。几乎是与此同时，编钟的声音戛然而止，那些青铜锁链吊着的鎏金骷髅头像是失去了动力的来源，就依靠着惯性最后荡了几下，地下河重归平静，就像是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和一颗痣并排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红姐，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往回走啊？一颗痣脸色苍白，他胸前的衣服已经是一片殷红，就听他虚弱的说了自己的猜想。我简单回想了他的说辞，觉得可能性很大，还好是他头脑冷静，要不然我们若是一直蒙着头往前跑，那肯定是活不下来的。这条地下河是密闭长筒形状的，由于这种构造，声音的传播速度很快，我们绝对跑不过声音。另外他先前下过水，编钟之所以能响，全靠着轮盘和水流的动力。之所以会触发编钟，那是因为我砸下来一个。云铁之间互相有吸引力，这是重力平衡，如果少了一个就打破了重量平衡，这就是一组很精密的机关组啊。我还暗自猜测，
也许2000多年前还没有这条地下河，那个大转盘或许是露在地面上的。周文王的那个年代，周易刚刚成书，奇门遁甲却已是成型许久了。奇门遁甲脱胎于周易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奇门遁甲一定是早于周易的。紧接而来的是战国时代，那时候周易根本还没普及呢，可却已然有了纵横家的术，兵家的谱，权家的法，墨家的机关门，这造就了鬼谷子、孙膑、嬴政、晏婴、白起等一大批枭雄人物。这组庞大的人头轮盘编钟机关组必然有西关时期墨家机关术和阴阳家的支持。若是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姚玉门口中所言的镇国级文物啊。可是可惜的是呢，这编钟组我们他妈带不走，这些编钟若拿走其中一个，必会触发水下的大转盘，会危及活人的性命。红姐，你说我们会不会走不出去，困死在这地下河里啊？我擦了擦鼻血问道。一颗痣却没有回话。红姐，我吃力地爬起身一看，却看到一颗痣秀眉紧锁，他脸色苍白，已经陷入了昏迷了。红姐，你醒醒，红姐，快醒醒！我拼命地摇晃着他。一颗痣被我晃得上半身摇摆，可他还是一动不动。喝水，红姐，对，喝水。我从包里翻出来矿泉水喂他，可水喂不进去，都从他的嘴角流走了，整得我是手足无措呀，红着眼说道：吃啊，红姐，吃点饼干，快点。饼干泡发了，和水一样成了半液体，我也同样喂不进去。可一颗痣现在呼吸微弱，走，红姐，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们还得去找大哥、二哥、三哥呢，走啊。我咬着牙吃力地背起了一颗痣来。手电有些电量不足，照明已经弱了很多，我光着膀子弯腰拖着他屁股，就这么顺着地下河岸一直往前走。汗水顺着额头落下，淌到了我的眼睛里，有点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渴了就喝河水，饿了就吃点泡发的饼干，自始至终我都没想过放弃一颗痣，我要救我的伙伴。这里不见日月，也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背着一颗痣又冷又饿，腿肚子直打颤，也不知走了有多久，忽然前方隐隐浮现了一点火光，双腿一软，我还是没支撑住，我昏了过去。身子突然有了些暖意，我慢慢睁开了眼，耳旁烧柴火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阵阵香味钻进了我的鼻子里。这时突然有一张满脸时髦的人脸探了过来，我猛地一下坐起来，后退两步，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碰到吃人的野人了。你是谁啊？保持距离后，我心存警惕地问道。他学着我说话道：你是谁？我后退了两步，指着他说道：我问你是谁，你干嘛学我说话呀？不曾想他也同样后退两步，也指着我道：我问你是谁，你干嘛学我说话呀？我操，我忍不住骂了一句：你是不是傻子呀？这个满脸时髦的人有模学样的：我操，你是不是傻子呀？我都无语了，赶忙去看一颗痣怎么样了。看到他的模样，我松了一口气，虽然红姐的脸色还是不好看，但相比之前呼吸节奏明显平稳了，这是好转的迹象。我深吸了一口气，扭头看向这人：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跟我朋友啊。他还是学我说话，现在还没走出去地下暗河，
也不知道这人是从哪弄来的干柴，看着火堆上烤得滋滋冒油的烤鱼，我下意识地吞了一大口口水。哎，我能吃点鱼吗？哎，我能吃点鱼吗？他依旧在学我说话，这怪鸟老他妈学我说话。于是我灵机一动道，你吃点吧，别客气。果然他也学我，你吃吧，别客气。我心中一喜，那从你嘴里说出来，那我肯定不客气了。有一两天没吃热乎东西了，我马上狼吞虎咽起来，说的是吃一点，但最后我吃了一整条烤鱼，只剩下骨头了。吃完最后一口，我吐出来一根鱼刺道，你也吃点吧。我本以为这次他还会学我说话，可不料只见这怪人先是发呆了一会儿，随后他使劲晃了晃自己脑袋。我惊讶地发现他现在的眼神和之前有点不一样了，就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他低头看了眼一地的鱼骨头，又慢慢地抬起了头来。妈的，你小子谁啊？我烤鱼呢。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4集。还没反应过来，我看着一地的碎鱼骨头小声说道，实在对不住啊大哥，我肚子太饿了，一时没忍住都给你吃了。他腾的一下突然站起来，动作很快，他这一下还带倒了一根在燃烧着的柴火。我赶忙是急声劝道，别动手，你别动手， 你有话好好说啊。他拳头握紧盯着我，你他妈的知道我在这里困了多久吗？你妈的，我逮条鱼我他妈容易吗？我根本没料到他说着说着就蹲下开始哭。我往前三步接近他，蹲下来小心地拍了一下他肩膀，大哥，你说你被困在这很久了，那你之前从哪来的？你不会也从上面掉下来的吧？说着话我指了指洞顶，少给我套近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肯定是北边的，都是钻洞老鼠，别把自己当成宠物猫啊。这人说话直接，嗓门也很大，和刚才的傻子学话完全是判若两人一样。我眼睛一眯，试探着说道，一江水看两江景，山上砍柴山下烧火，敢问袁良曾拆得几道秋门呢？我这话刚说完，他表情先是一愣，随即表情十分精彩，嘿嘿，我说你这个小子毛都还没长齐呢，还敢跟我玩黑口，行啊，你小子听好了，一袋土装西南，一把铲挖东西，自古卸岭走水路，轻功水上漂，土里小地龙。听他说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儿。这话也是盗墓行里的黑话切口，虽然我们路子不对头，但是有一点一样，都是盗墓的。通过和这人的交谈，我逐渐理清了一点头绪，原来这人是南方派擅长摸水洞子的盗墓贼，此人姓陈名剑生，他在南方派团伙中担任的是中层土工的位置。照他的原话讲，他已经在这条地下暗河的山洞里待了六七个月了，因为身手和水性都不错，平常就靠抓一些河鱼老鼠类的东西来充饥。我又赶忙问他，那你们团伙里其他人呢？死掉了。他话说的轻描淡写的，死了？整个团伙都死了？怎么死的？这一想到有可能是行里常听到的黑吃黑，我立即对此人提高了警惕心。红姐现在昏迷不醒，万一我要是被害了，我俩都得是死路一条。见到我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这男人嘲讽说道，切，看你小子这个怂样，也不怕丢你们北方派的脸啊，
怎么死的你不用知道，反正不是老子我宰的。对了小子，你那个把头是谁啊？报个名号来听听。想了想，我小声回道：我们严把头姓王，叫王显生，大家都叫他王把头。王显生，王把头。这人揉揉头，好像听过几次这个人呢。行了，我都自报家门了，你们这会儿南方派的把头叫什么呀？哎，等等，你先别说啊，我猜是不是一个叫那个支锅臣的男人。火堆还在燃烧着，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地下暗河水流平缓，他低着头没说话，双方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过了能有五六分钟，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你们见到过老陈的尸体了？见过了，在棺材里，不过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没什么好肉了都。听了我的话，这人红着眼睛说道：陈把头，你都坚持这么久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这。节哀吧，我随口应付一句。哎，对了，你刚才说已经在这待了六七个月了，怎么回事？难道找不到出去路了？那不能吧。哼，出去的路。他看着我冷笑说道：你以为我没找啊？这西周弹幕下的空间完全是墓主有意位置，就像是墓主的私人后花园。行了小子，走，带上这个娘们，你要是不死心，我带你去看一看，到那儿你看看就知道了。于是我重新背上了红姐，跟着这男的继续的往前走。有些话这男人没有正面回答我，但一边走的时候我也猜想过，黄柏老脸和那种奇男香味都能让人产生幻觉。我们之所以没事，那是因为醒来的快，都是因为三哥从江湖朋友那求来的药粉。若这么想，是不是这会儿南方派的盗墓贼也产生了幻觉？因为没有那种药粉，所以最后自相残杀了。这人有时疯癫痴傻寻人说话，有时又正常，是不是因为幻觉留下的后遗症呢？当然了，这都是我的猜想，若当事人不愿告知，有些细节处我是不可能完全猜到的。顺着这条地下河往前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前方河流忽然一分为二，出现了岔路口，一条小河向东流，一条小河向西流，中间是死路不通，都是石头。怎么样，走到这里看出来了吧？他忽然转头回身问我。我看着眼前景象皱眉道：这座西周大墓上面也是这个构造，整体来看就是个梯字状，和这个地下暗河的水流走向基本是一致的。哼，你小子还算有点眼力劲儿啊。没错，这上对下的墓葬风水布局其实是墓主故意做的，这是飞蛾山下的引龙脉，同时山洞下千百年连燕巢死不见天日，久而久之就成了风水先生口中所说的私阴地了。我看这八成是这个墓主人想靠着龙脉私阴地的滋养再重活一次呀。一边给我带路，一边自言自语的侃侃而谈，我在他身后是越听越吃惊啊，这心脏砰砰乱响，生怕他说的是真的。人死后没下葬之前毛发指甲继续生长，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这相信说很多人也听说过，但有的人呢以讹传讹，久而久之就有了僵尸这个说法了。但是阴尸和僵尸完全不一样，那种蹦着走的僵尸是早年香港电影乱拍的，相比之下阴尸就比较邪门了。据我所了解，阴尸、尸阴地、尸不化说的都是同一种东西。唐版和宋版的藏经上都有详细的原文记载，阴滋尸，分肝分尸，其一，肝者久滋则毛发重生，阴尸嘴张半寸，祸乱三代宗族，
阴尸嘴张一寸，则祸乱六代宗亲；阴尸嘴张三寸，子孙死绝其二。若阴尸之背靠阴山，头枕阴相，脚踩阴地，则为大邪。一旦发现生人勿近，先上勿管，望后代谨记于心。这以上是老版藏经上的原文。怎么，你小子怕了的呀？这男人斜着眼对我说道。不怕，我怕什么呀？我看着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就死人而已嘛，和古代人胡说八道，我根本不害怕。哼，行啊，你小子胆子挺大的呀。他说完继续带路，头都不回。然而他有一点没注意到，我背着红姐说话的时候，我他妈腿肚子直转筋呢。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5集。眼前是分岔路口，我们沿着岸边走的是左边那条岔路。这个男人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喂，小子呀，我送你快一点呐，这么慢天都黑了都走不到的。他不时还回头催促我一声，我没回嘴，只敢在心里发牢骚，什么天黑都走不到，你在这还能分着天黑晚上啊？再说了，你没看我还背着个人了吗？红姐身材丰满，但是个头不算高，我估摸呀撑死也就110斤左右，虽然不算重，可是你要背他走好几里地，还在这种恶劣的地下河岸边上，你这样一不小心就会摔跤，所以我一直走不快。停，到这里停一下。身前的男人忽然停了下来，他指着地下河岸让我看。河对岸是岩壁，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我发现在河对岸的岩壁上有一条裂缝，这条缝隙大概几十公分宽，上下很长，但是看不到大裂缝里边有多深。怎么了？看着河对岸，我不解地问道。还能怎么样，游过去，去对岸的呀。他眼睛半眯着看着那条石缝。我是旱鸭子，我不会水，况且红姐还没醒呢，她怎么过去？我说你这不耍呢吗，你要过去你得等她醒了再过去。男人看了看我，又看了一眼趴在我背上昏迷中的红姐，他最终叹了一口气，暗骂了一声懒驴上磨屎尿多，把红姐轻轻地放下来。我和这男的靠着岩壁闭目养神，我想等红姐她醒过来再走，这一切以安全为上。我有些累，靠着靠着就迷糊了过去。这老话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里，我梦到自己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中，宫殿地下铺着毛皮地毯，宫殿两旁立着六根巨大的青铜宫灯，宫灯内烛火闪烁，陆陆续续的有很多衣着曼妙、杨柳细腰的青纱舞女们走入宫殿，她们三人一组翩翩起舞。这些绝色的宫女们眉如黛山，青纱飞舞中，她们都不约而同的向着大殿上方望去。我也顺着望去，只见从下到上有29阶台阶，台阶上一张巨大的青铜床立在中间，青铜床四角铸造有凶猛的8条螭龙，这些螭龙身子扭动宛如弹簧，龙脸凶猛，每一条龙对应的方向不同，各自望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青铜龙床之上侧躺着一名衣着华贵、头戴冠冕的男人，他单手提着空了的青铜爵，看都不看背后那些舞女们一眼。
出于这人是背对着，所以我看不清他正脸。我想走过去看看，却发现自己的身子不听使唤。突然，巨大的青铜宫灯之内，那些燃烧着的蜡烛，火光由淡黄色慢慢的过渡成了淡绿色，最后变成了深绿色。瞬间，整个富丽堂皇的宫殿消失不见，绿光悠悠，像是来到了阴间一样。此时那些舞女们绝美的脸庞也开始变得狰狞了起来。就这时，青铜龙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一点点朝我转过头来。这人青面塌鼻，脸上在不停地滴落着脓水，整张脸像是泡发了，变得是又大又圆，五官都挤在了最中心，两颗长牙紧紧压着下嘴唇，额头有几根前发自然垂落。哎，我猛地惊醒过来，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呼哧呼哧的大口喘着气，惊魂不定。怎么样，梦到鬼了呀？那男的正靠着石墙睁开眼，不咸不淡地问我。没什么，做个梦而已，没事。我慌乱地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这梦境连那些青铜宫灯上的花纹都能看清楚，这真是太有真实感了。红姐现在还没醒，不过我看她脸上有了血色，想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也快醒了。果然这次没猜错，红姐这天晚上醒过来了。她一醒来就张嘴要水喝，她现在身子虚，我怕她喝了河水会拉肚子，所以就把包里剩下的最后小半瓶矿泉水拿出来喂给她喝了。红姐，你终于醒了。我帮他擦擦嘴，一脸高兴。唉，老娘我是差点折在这儿啊。他抓着我的手说道。谢了云芳，你救了我一命啊，你没丢下我自己跑。把头说的没错，你是个重情义的男人。他终于不叫我小屁孩了，改叫我男人了。其实没啥，互相帮忙嘛。我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你是一颗痣忽然发现了靠在西南角正在闭目养神的毛脸男人。这男人睁开眼见一颗痣醒了，拱手道，南派土工打金尖陈建僧。红姐现在的表情是六分凝重中带着四分不屑，不过她还是拱了拱手回话道，北派后勤一颗痣陈红。二人隔空点下头，随后就不再和对方交谈了，这也算是同行打过招呼了。确实本来嘛，南派北派一直不对头，像现在这样能互相拱手报个姓名打个招呼呢，都算好的了，有礼貌了，对吧，高素质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想南派的把头和北派的把头这要是在同一座墓中碰到了，那说不好都得见点血。都敢亮剑呢，没人会主动认怂，除非对方讨完伙能干趴自己这伙人，要不然家伙事底下咱们见真章。他俩不对路子，但是我也不能拱火，我尽量让双方保持心平气和的交谈，毕竟现在就我们仨在这儿，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先得想法走出去，那才是最主要的。我把要过河去对岸的事儿告诉了红姐，她听后皱眉说道，云峰，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万一某些人是心怀鬼胎要害你，你怎么办？哼，坐在一旁的男人抱着双手，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的呀。你，一颗痣一脸怒气地站了起来，你再骂一句试试。嘿嘿，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呀。哎，你别冲动啊，红姐。我想伸手拉住一颗痣，但是慢了一步，他没拉住，完了，这是凉凉了，这不芭比 Q 了吗？这不得，南边的老鼠，你给我起来！一颗痣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就这时，我注意到那个男人眼神有了变化，先是怒气冲冲，继而变成了迷茫发呆。他比红姐要高一个头，起身的时候还是有点气势的，可这时男人却挠头道：“南边的老鼠。”你给我站起来。红姐脸色一变，她双手掐腰怒声骂道，
嗨，你再学老娘说话试试。男人也是有模样学样，双手掐着腰，你再学老娘说话试试。南派臭老鼠、死老鼠、烂老鼠。红姐气得太阳穴轻轻抱起，这男人却傻笑着学道，哎，南派臭老鼠、死老鼠、烂老鼠。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6集。红姐和陈建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说吵就吵，这要是外人见了肯定会说这俩人没风度，可我不这么看。他们都是道门中人，是江湖人，三教九流，身上都带着下层社会的痞子气，这点是很难改变。我接连解释了几次，红姐这才明白过来，她冷笑讥讽道，呵呵，我说呢，怪不得老学人说话呀，原来是个二百五傻子。算了，不跟着南派的傻子一般见识。哎，这就对了，红姐。随后我指着河对岸问，红姐，你说咱们怎么过去？过去？过去干什么？你难道真信这傻子说的？想了想，我点头说道，哎，红姐，你没注意到那些干柴是哪来的吗？我觉得这人说的可能是真的，这儿可能还藏着别的秘密呢。陈建生还在发傻，还在学我们说话。一颗痣转身看了他一眼，一咬牙说道，行，云峰，你信他，那我信你，那咱们就游过去看看，看看里边是不是别有洞天。你水性不好是吧？不是不好，我是压根不会，狗刨都不会。我苦着脸说着，红姐一脸无奈。不是我说你啊，要是咱们找到老三他们出去了，你以后可得练练水，干这行不会水迟早是要吃大亏的。你就从后面抱紧我吧，我带你过去。我赶忙点头说好。这段地下河不宽，但是水很深，这个石姐水温也很低。红姐水性是好，但是她也不敢拖大。你小子手往下点，手往哪放？哦，对不起啊，红姐。我赶忙把手往下洗衣了衣。下水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神志不清的陈建生，问道，红姐，那他怎么办？把他留这儿啊？咸吃萝卜淡操心，南派的土工死就死了，不用管他。红姐冷着脸说道，哦，这确实，我也不敢顶嘴。回头深深看了一眼这男的，我深吸一口气。我抱着红姐一块跳进了地下河，这河水比我想象中的还冷。不过几十秒的功夫，我就感觉自己冻得手脚直发麻。集中注意力，别松手，过去就好了。红姐就这么驮着我一点点的向河岸边游去。我们运气不错，这次没出什么岔子，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平安上了岸。拧干了衣服，我俩走到了那条裂缝跟前。这山缝十几米高，从外边看非常的深，宽度一次只能通过一人。检查一下手电的电量还能亮，但是光源已经很散了。我和红姐彼此对视了一眼，我点点头，率先侧着身子钻了进去。顺着山缝往里钻的时候，我一直收着肚子，因为这山缝里有些凸出来的碎石，我碰到了几次硌得肉疼。走了大概能有300多米，前方出现了一点光亮，我心下一喜，又加快了2分速度。出来之后，我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他妈看傻眼了。我本以为钻过这条山缝，对面可能是另外一处地下岩洞，但是我猜错了。
初中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桃花源记》，作者叫桃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在书里的桃花源中有很多隐士之人呢，可此时我的眼前没有人，一个都没有，放眼望去全是植物，很多很多的植物，有20米高的大树，有野草野花，青蔓枯藤，这地方与世隔绝3000多年，自成天地，一片翠绿盎然。当时的季节，顺德已经到了春天，但我就这么讲吧，飞鹅山上，早被植物这个长势远远是不如这里，很多树木花草的样式我都没见过，更是叫不上名来。怪不得呀，怪不得之前那个南方派的陈建生会说这下面是墓主人的后花园，只是这个后花园未免他妈太大了吧，一眼都望不到头，仿佛掏空了整个飞鹅山的地下空间。我和一颗痣都看呆了，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是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陈建生能在这生存半年，我想多半也是靠着这片世外桃源。红姐，这是怎么个情况啊？一颗痣弯腰摘下来一株野草看了看，随后环视四周，沉声说道：在我看来，古人视死如是生，秦始皇建10万兵马俑，用水银为湖海，用明珠化星辰，古人的格局我们小看了。就在此时，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了鼓掌声。没错，格局小了，赞同你说的话。是南方派的陈建生，他身上湿漉漉的，脸上不咸不淡，看不出什么表情来。陈土工，你又好了呀？我有些心虚，毕竟这地方是他告诉我跟红姐的，但我俩之前把他丢下不管了。哼！一颗痣冷哼一声，没给他什么好脸色。哎，北边小子呀，刚才怎么了？这怎么我一愣神的功夫，你们丢下我自己跑进来了呀？我心想，大哥，我求你了，你快别他妈说话了，你有精神病啊，你得治你。我故意干咳了一声，掩饰尴尬，随后说道：没事，刚才发生点小状况，现在好了，咱们仨又聚在一块儿了，啊，还是暂时合作，想想怎么出去才对，对吧？听了我的话，陈建生看着一颗痣说道：北派的后勤陈红是吧？这小子说的没有错，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知道的比你们多一点。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是要走出去。至于江湖上的恩怨，以后到江湖上再争，你觉得呢？红姐有些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可以，不过我怕某些人会突然犯病，拖累了我和云峰。犯病？谁有病啊？犯什么病啊？这里还有其他哪个了？陈建生疑惑地四处观望。我赶忙站出来，没人生病，都好着呢。陈土工，这儿这么大，既然你熟悉道路，那你说说咱们下一步去哪儿？行了，跟着我走吧。我之前发现了几处可疑的地方，多一个脑袋多一条路，带你们去看看，也帮着给我参谋参谋。陈建生一边带路一边向我介绍，这里是不小啊，我这来来回回摸了好几次，应该有个3-4公里。走到头是死路不通。哎，另外我提醒你们啊，有些东西啊，千万不能碰它，要不然就等着受罪吧。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7集。哦，有些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这都是花草树木吧？陈建生摇了摇头。边走边说的呀。走了10分钟左右，
他走到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这大树十几米高，样子很奇怪，有枝干躯干，但浑身上下没有一片树叶，光秃秃的。他指着大树扭头说道，你们看，之前我把这树当作参照物地标，因为它很好印，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光棍树。这光棍树正对着山洞裂缝的出口，只要能看到它，就不会在里面迷路了。陈木工，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啊！我称赞了一句。一颗痣抬头愣愣地看着这棵大树，看了能有好几分钟，随后他沉声说道，我上大学是因为感兴趣，特意选修过植物学。这树我听老教授讲过，不叫什么光棍树，它有名字，叫云阳树。哟，没得想到陈浩奇你还是大学生的呀。云阳树咱不知道，一根毛都没有，我觉得啊，还是叫光棍树比较贴切啊。没文化你能不能别说话？红姐瞪了他一眼。云阳是古代人的叫法，这种树其实是古人无意中嫁接出来的。发现这树的是一名叫云阳的秀才，所以在异物志怪里常被人称为云阳树。不过这一切都是因为古代人对嫁接技术不太懂。那要照你的意思，这光棍树啊，不啊，这云阳树还是人为种的？肯定不对啊，我来这里也好几次了，别说人了，连个鬼影子都没得看到，你肯定是搞错了。陈建生一听大树可能是人为嫁接的，不停地摇头否定。行了，陈土工，这树是野生的也好，嫁接的也罢，这都不重要，咱们赶紧的吧，去你说想带我们去看的地方。行吧，走吧，走左边啊，注意那个脚下的杂草啊，这些草可能带着刺钩的。他带着我们继续走，一路上我见到了很多没见过的植物。红姐时不时对我解释道，这株花叫草乌头，别碰啊，碰完了可浑身刺挠。这叫马钳子，那个叫红鸡冠花，这些都是很不常见的花草啊。忽然间我看到在一株红色的鸡冠花上趴着一只通体暗黄色的虫子，这虫子和农村田地里边那种知了虫很像，我伸手一抠就捉到了。捏着虫子我仔细地看了看，疑惑说道，这什么呀，这不是知了啊，这东西怎么没腿啊？我说怎么一伸手我就逮着了，原来这东西没长腿，不会爬走。陈土工，你知道这是啥虫子吗？我好奇地问道。他看了看挠挠头，不晓得呀，你问我也是白搭的，我也不是什么都见过，这里面稀奇古怪的小虫子多了去的。这虫子好像不会叫，它头上长着一对黑芝麻一样的眼睛，长得很怪。陈建生说不知道没见过，红姐也摇头说不认识。红姐说自己对植物比较了解，对昆虫类的了解很少。我也没太在意，随手就把这虫子塞到了裤兜里，那反正它也不会咬人，再加上这虫子没长腿也不会乱爬，我纯粹是因为觉得稀奇古怪没见过。啊，对了，你们现在饿不饿的呀？陈建生忽然转身问道。还行吧，还能继续走，不算太饿。切，你小子当然不饿了，我抓的一条鱼都让你吃掉了。他眼皮子一翻，这行了行了，正好走到这儿垫吧点吧。他指着右手边一棵小树，那树上那种红色的果子可以吃，我之前吃过，没得事的，反正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我去摘几个来充充饥。说着话他自顾自地向果树走去，几分钟的功夫他趁着上衣回来了。给你。他递给一颗痣一个，谁知道这能不能吃啊，我不吃。红姐确实没接。那陈后奇呢，你就饿着吧，好不啦？他拿起了一颗果子朝着衣服上抹了抹，随后送到自己的嘴边，直接咔嚓咬了一大口。这果子汁水四溢，看起来十分的香甜。我下意识的咽了咽唾沫，
注意到了我的失态，他摇了摇头扔给我两个。犹豫一下，我小心地咬了一口，有点像是苹果的口感，脆脆的，但吃起来比苹果更甜，还更多汁。哎，没事，红姐，你吃一个吧，还挺好吃的。你之前基本上也没吃什么东西，咱们等会儿还得走路呢，吃一个，补充一下糖分也好。说完，我递给她一个果子，这次红姐吃了，嘿嘿，怎么样啊，陈后勤啊，甜不甜啊？香不香啊？红姐冷着脸没回话。三人吃了果子，感觉喉咙里清爽了不少，没这么干了。陈建生找了一块空地，他说坐一会儿休息休息，不急这一时半刻的。我疑惑地问道，陈土工，咱们进来之后也没走多远路吧？哎，小子呀，有些东西啊你不知道，你听我的，你在这里坐一会儿就知道了，等一会儿让你看一个好东西的呀。他这话说的没头没尾，神秘兮兮的。没办法，那既然带路的都说了休息一下，那就只能休息一下了。我顺便也瞧一瞧他让我说什么看的好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我们仨也不说话，就这么坐在地上干坐着。陈建生时不时的抬头看向半空，不知道在看些什么。这估摸着过了能有一个小时，我坐不住了，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我质问他还要休息多久，他干不干正事儿了。红姐也扭头看向了他。陈建生现在上半身向后仰躺，用双手支撑的，嘴里呢还咬着一根杂草。呵，他一口吐掉了嘴中杂草，说道，那一幕啊，老子见过一次就忘不掉的呀。你们不得着急，天马上就要黑了，很快啊，很快的。天黑？这里边啊。我朝着四周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周遭环境就像是在傍晚，光线是不太足，但是能看到东西。嘿嘿，来了，你们快看。陈建生忽然指向我们刚才走过来的地方，只见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正一点点的陷入了黑暗，就像是遭遇了月前时从黄昏到了晚上一样。而且这像乌云般的黑暗呈过渡状态正在朝着我们三人这边蔓延。前后不过三分钟，这儿的空间就整个暗了下来，瞬间变得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这现在天色黑的我连自己的手指头都看不见。陈土工，陈土工，天黑的看不见其他人了，我就大喊，陈土工，你这到底是要让我们看什么呀？看什么咱们下集再讲。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北派盗墓笔记》，作者云峰，由老彩、乔金金为您演播。第38集，带你们看夜景啊！你小子叫唤个什么劲呐？看不见人，我只能听见陈建生的抱怨声。慌乱之中我寻找手电，差一点就爆出粗口，我看你妈的夜景。手电还没来得及打开，下一秒我看着眼前发生的状况，我惊得说不上话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火，也不是萤火虫，是发着淡金色光芒的植被群。放眼看去，四周数不清的花草树木都散发着点点黄光，一片星海，这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一幕我永生不忘。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不到三分钟，黑暗散去，我们又看到了彼此。
我和红姐都被刚才这短暂的一幕震撼住了，陈建生却是一脸兴奋。怎么样，老子不能骗你们吧？此等奇景，四方难寻的呀。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这树木花草怎么会发黄光？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在扯淡。一颗痣告诉了我答案。他从震惊之中缓和过来之后，自顾自地起身向前走去，他摘了一朵小花，眉头紧锁，看着花发呆。随后他把花递给我让我看，只见在这朵红色小花的边缘处覆盖着一层淡淡的苔藓，这苔藓很薄，要是不摘下来细看根本是不容易发现。他用指甲刮下来一点这种苔藓，随后放在衣服里捂严实。看过之后，红姐惊疑地说道，会发很淡的黄光，如果我没猜错，这有可能是漫金苔啊。何谓漫金苔？这大部分普通人都没听过，但我想若有一些精神画艺的爱好者，可能多少都有所耳闻。五代十国晋朝时，有人向皇宫里敬奉过一种苔藓类植物，其色淡绿，叶如黄星，若将其投于水面之上，则波光粼粼，金光璀璨，这是《酉阳杂记》中的记载。此外，古人王家的《十一记》中说，梁国献漫金苔，其色金黄，漫于波澜之上，光出照日，工人有幸者得赏二千，至于棋盘之上，光照满室，奇哉怪哉，可谓夜明苔。古文献中对这种苔藓还有过很多次记载，没见过的人可能会说是古人在吹牛逼，但是我见过了，红姐也见过了，陈建生更是如此。怎么样，是不是奇景啊？以前没见过的吧？陈建生洋洋得意。红姐擦了擦手，环视四周说道，没想到当真有此奇物传世啊，真是开眼了。切，那还用说，别说你们了，我第一次见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的呀。走吧，我带你们去看下一个好东西。陈建生拍了拍衣服上的泥土，继续头前带路。路上红姐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我就问她怎么了，她扭头看着我低声说道，俊峰，有可能姚玉门和把头说的没错，我们来了不该来的地方。哎，算了，事到如今了，都这样了，走一步看一步吧。红姐，一个时辰之后，陈建生领我们到了一处地方，这地方是个土坡，高不过一米，看着有点像乱葬岗上那种小坟包。你们等着啊，我拿给你们看看。说完他就上前去刨土，是徒手挖的。哎，哪里去了？我上次明明就藏在这里了，哪去了？他胡乱的四处乱挖。陈土工，你这干什么呢？你藏啥了搁这儿啊？他奋力地刨着土，回头看了我一眼道，是一件玉制清月，我无意中捡到的，还是错金银的，上面刻着一幅看不懂的小地图。他妈的，这哪里去了？还能自己长脚跑了不成的呀？钺是流行在商代晚期和西周中早期的一种礼器，大都是这个青铜制成，极少数是玉制，其地位相当于后来的虎符，是一种等级极高的器物。天子九鼎四马一钺，这是一种制度，一般的诸侯王绝不敢逾越，何况还是在国力强盛的西周中早期呢。若陈建生所言为真，他发现了钺，那就能说明一件事儿：墓主人不怕周天子。若墓主人是那位介侯，简而言之就是不屌你周天子，老子他妈自己就要越级，我就要用九鼎四马一钺。哎，气不气？气死你。可有一点我想不通，如此重要的东西，陈建生能随随便便的捡到吗？他还说钺上刻着一幅地图，是什么地图？会不会是走出去的地图？这一切
在没见到实物之前尚不能定论，也许他说谎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我操，这他妈的到底取到哪了？我还特意做了记号啊，怎么就磨到了呀？陈建生把这小土堆翻了个遍，愣是没找到他口中说的东西。我疑惑道，哎，陈土工，有没有可能是你记错了，把别的东西看成是月了？不是周天子墓葬里就不可能有那种东西啊。操，我好歹也在行当里混了十几年了，那种东西我还能认错的？红姐也点头附和道，是啊，空口无凭。这见我俩是死活不信，他也生气了，拉倒吧，你们爱信不信的，我还不信找不到他了。他又准备去刨土翻土。我摇摇头，扭头朝着四周打量，现在光线不好，周围是昏昏沉沉的，没看清楚。模模糊糊之中，在前方10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下，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矮个黑影，正藏在树后偷看我们这伙人呢。谁？谁在那儿呢？我慌忙中打开手电。怎么了，云峰？你看到什么了？红姐被我这突然的一嗓子惊着了。再看去，那棵树下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红姐，我看到一个戴帽子黑影，个儿很矮，不到1米5。我着急地说道。戴帽子的黑影，个子很矮，你是不是太累了，眼花了？红姐朝树下看了一眼，她摇了摇头，显然是不相信我。自己的情况只有自己最清楚啊。我坚定地说，刚才没看错，我没出现幻觉，刚才就是有个戴帽子的小矮人在偷看我们。最后我说服了红姐，我们决定去大树那边查探一番。可走到地方之后，周围除了花草什么都没有，更没看到有什么戴帽子的小矮人。小子，我看你啊，就是眼花掉了，什么小矮人啊，有没有那个白雪公主啊？陈建生出言打趣我，我气得不行，刚想反驳他，等等，红姐却打断了我的话。你们看，那是什么？是脚印。顺着红姐指的地方看去，只见在土质松软的地面上留下了一双很小的脚印，比3寸金莲还要小一号，这看着像5-6岁孩子的。这双脚印没穿鞋，只有4个脚趾头，它少了一根大拇指。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多多评论、转发、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北派盗墓笔记》，当下最火、最真实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由老彩、乔晶晶为您领衔演播。第39集，看着地上留下来的脚印，我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红姐和陈建生脸色也不好看，我们这是被偷窥了。更让人害怕的是，这东西不知道是人是鬼呀。也就是讲，现在在这儿可能不单单只有我们3个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恐惧来源于未知。我们越想越后怕，陈建生也不敢咋咋呼呼了。陈土工，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团伙里的人？你们团伙里有没有那个侏儒类的残疾人呢？我尝试着问他。没有啊，先前除了我和陈志国，其他兄弟们都出了事情，况且我们团队里也没有这种残疾人，你他妈的会带残疾人下墓啊？这突然发生了这档子事儿，我们也不敢贸然赶路。3人商量了一下，说在原地休息一晚，恢复体力。晚上睡觉，我们3人是轮流守夜，都不敢全睡去。轮到我的时候，我守夜的时间点是凌晨1点到3点这段时间。陈建生搞的火堆用的是火折子，这里边能烧的东西不少，我们收集了一些已经腐烂干掉的树枝和木头。
在我们临时休息的地方就挨着那座小土堆，因为相对来说这块地方的植物比较少。守着火堆大概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我这上下眼皮直打架，困得难受。但现在轮到我守夜了，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能睡，实在顶不住了，我就使劲掐了几下大腿肉。红姐和陈建生现在都睡着了，我又添了两根干柴，强撑着这脑袋一下一下往下磕头玩。突然间我这后脑勺吃疼，不知道是谁用小土块砸了我一下。看着脚下滚落的小土块，我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背出了一层冷汗，这是被吓出来的。火光映照之中，我一点点地向后扭头看去，就看见在前方离我30米处的地上正站着一个小矮人呢。他戴着一顶硕大的遮檐帽，身上罩着一层破破烂烂的黑衣裳，黑衣裳上都是土，又破又旧，像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做梦，肯定是在做梦。走，使劲掐了一下我的虎口，一阵痛感传来，啪的一下，小矮人又朝我丢了土块，这次因为准头不行没砸到我。恐惧的向后退去，一点点一点点动，我退到了陈建生那边，我也不敢说话。我碰了碰陈建生，想要叫醒他，他开始时没反应，我心中一急，掐了他一把。哎呀，你小子干什么？你有病啊你！他一下被我掐醒了，我脸色煞白看着他，悄默声地指了指自己身后。睡眼惺忪之间，陈建生朝我身后望了一眼，紧接着很快他使劲揉了揉自己的双眼。我们两个面对面，我看得很清楚，陈建生的脸色刷一下就白了，他低下了头，嘴唇哆嗦着说道：别客气啊，睡觉啊，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啊。说完他直接躺在地上闭上了眼，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你们昨天晚上都没休息啊，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现在脸色发白，陈建生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昨天晚上我俩都看到了那个东西。我一直犹豫不敢告诉红姐这个事儿，可这件事儿呢还是被陈建生说了出来。听他说完了昨晚的遭遇，红姐扭头看着我，皱眉问道：云峰，是真的？我攥紧了拳头点了点头。陈建生脸色凝重的四周观望了一下，他压低声音说道：我就说觉得很奇怪啊，我之前埋的月不可能自己长腿跑了吧，肯定是这东西做的事情，大道的鬼啊。有没有看到正脸？红姐皱着眉头问道。没的，没看到，但是那东西戴着一顶很大遮檐帽，身上套着不知道搁哪扒来的衣裳，照得严严实实的，啥都没看出来。我仔细回忆了昨晚那幕，确定自己并没有遗漏什么。随后我们仨密谋了一阵，定了一个秘密计划。起初我很害怕，我跟红姐说咱们赶紧走吧，别管这东西是啥了。红姐却摇头说这里边谜团重重，她的直觉告诉她不应该就这么离开，要顺着这条线抓下去。白天的时候我们几人都尽量不四处乱看，走路说话的时候也都低着头，别的东西不敢乱吃，我们吃的还是昨天那种果子，用来充饥来。挨到了晚上，照例我们生了一堆火，没人守夜的，三人围着火堆同时躺在地上闭上了眼。不过这回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们都没睡，都在装睡。红姐握着一把小匕首，她手掌朝下用衣服袖子盖着，我和陈建生手里藏的是一小段削尖的木棍，我们用胳膊压着，从外面看不出来什么，只能看到我们仨在睡觉。这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后半夜由于没有添柴，这火堆烧的已经很小了，有东西朝我们这丢来一个小土块试探。我们佯装睡觉，闭着眼谁都没动。我攥紧胳膊下藏着的木棍，心中怕得要死。过了几分钟，啪嗒，
又有一个小土块被丢过来。我们还是一动不动的睡觉，谁都没有理会。往后大概说过了能有一个小时，有很轻微的脚步声传来。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躺在地上小心的偷看。只见昨天晚上出现的小矮人，他手里举着小石块，正在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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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扭右扭的朝着火堆走来。这个东西行走的模样十分怪异，哎，一扭一拧的，一扭一扭，跟个小老太婆一样。他走得很慢很小心，一点点的朝着我们靠近，怕这东西发现，我赶忙闭上眼不再去看。这脚步声踏踏踏是越来越近，我感觉这东西已经走到我身边了。动手！陈建生猛地从地上弹了起来，他暴喝一声，拿出来削尖的木棍，抬手就刺。红姐这时也是突然起身，对准了小矮人，直接拿着匕首去捅。这东西像老鼠一样的嘎吱怪叫一声，扭头就想跑。我们费尽心机埋伏了一整宿啊，他们一小时躺那儿，别换别人早睡着，在那强挺着，等的就是现在，能让你跑了吗？我离得最近，一把拽住了这东西小腿，死死拽着不放手，快快点，我抓住他了，拼命的大喊。这东西被我拽住了腿，顿时炸了毛，拼命的上蹿下跳，力道极大，差点我就抓不住他。红姐手中的匕首扎到了小矮人的肚子上，匕首齐根而入，这东西流了不少血，血液呈黑红色。这东西一吃痛，他横冲直撞的躲过了陈建生的一击，我感觉自己的手腕都要脱臼了。很快，不到一分钟，这小矮人倒在了地上，他的肚子上插着红姐的匕首，还在一动一动的抽搐，这血流了一地啊。见状，我们仨脸色苍白的对视一眼，我们在用眼神交流，这意思大概就是，谁去把这东西的帽子摘了，看看他是不是死了呀。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多多评论转发，我们下集再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北派盗墓笔记》，当下最火最真实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由老彩乔津津为您领衔演播。第四十集。我对火势见小，陈建生踢过去两根干柴，火堆这才是重新烧起来。云峰，你去拿掉帽子。红姐吩咐我，她把匕首递了过来。好。我双手握着匕首，小心翼翼，一步一步靠近过去，深吸一口气。我一脚踢开了这东西头上盖着的大遮檐帽，这帽子下面竟然是一张猴子脸，啊不，准确的来讲，不能说是猴子脸，只能说是像猴子脸。我们几人互相对视一眼，都是一脸诧异。且看这东西，脸型尖长，鼻子突出，嘴巴两边的毛发是鲜红色的，额头上覆盖有一层白毛，眼睛很小，模样看着十分的诡异。现在这东西眼睛闭着，嘴巴半张，已经是展示死亡了。哎，这玩意是不是那东西啊？陈建生忽然转头看向了红姐，红姐仔细看了看，皱眉说道：不能确定，以前没见过。这一看他俩在那打哑谜，我都有点急了，就问红姐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红姐告诉我说，这东西有可能是民间传说中的山魈，就是山精野怪。关于这东西，红姐陆续的说了一些她知道的给我听。以前呢，在这个民间地区深山老林里边，你要问那个经验丰富老猎人，山里什么东西最得劲儿啊，最厉害，最邪门啊，不是老虎豹子，很多老猎人回答几乎都一致，两个字儿：山魈。
这东西呢，有的地儿也叫山鬼山神啊，山魈还分着公母，公山魈喜欢吃人，性淫，就很淫乱啊，非常的色懒的，爱好奸淫人类女子。女山魈呢，喜欢捉弄人，喜欢扮成这个成人类小孩的模样混到人群里，跟小孩一块玩游戏啊，玩着玩着玩好了，玩高兴了，他就不好好玩了，给人小孩就弄走，就这样。这东西呢，身高一米多点，就喜欢用那个大帽子遮盖住自己，远远的一看，真跟小孩一样。还有，关于这个山魈的帽子，一些老辈人说过，说山魈戴的帽子呀，能隐身，你要人戴上了，就能隐藏自己的身形，让别人看不见。当然，这帽子能隐身这说法呢，无稽之谈了，对吧？你跟梅西一样帽子戏法了，那不可能。我因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试了。当着红姐和陈建生的面，我壮着胆儿把这帽子捡起来试着戴了一下，这帽子里一股骚臭味儿，我寻思他妈的这个猴拉帽子里了。我戴上之后赶忙问道，红姐，陈土工，我现在是不是隐身了？能看见我不？陈建生耷了这个眼皮看着我，不咸不淡说道，啊，没错，你小子隐身了，以后你戴着这个帽子去抢银行啊，保证没的人看得见你，还有你去那个女澡堂子，摄像头都看不到你啊！我撇撇嘴，一把丢掉了破帽子，我哪能听不出来他话里嘲笑的意思呀？至于说这帽子从哪儿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关于这山魈身上套着的衣服，在我们翻找的时候，陈建生却突然认出来了，因为这件衣服是被反穿了。陈建生从衣服内衬的口袋里摸出来一个塑料袋，打开塑料袋，里边装着打火机和半盒五朵金花香烟。他脸色铁青啊，连续踹了这东西尸体五六脚。他妈的，这个畜生，这件衣服是我们团队里人的，这畜生把钱来套在自己身上，你妈的！他说完又怒从心起，接连踹了好几脚。行了，都死了，你还发什么疯啊？红姐摇头说道，找找别的吧，看看你说的那件东西有没有藏在身上。我也帮忙又仔细地翻了几遍，没找到陈建生口中说的那件青玉礼器。忽然间，这陈建生啪的拍了一下手，吓了我一跳。红姐皱眉问他要干什么，他捏着烟盒指着上空，突然很兴奋，我这兄弟是在上面出的事，我亲眼看到的，这畜生把的衣服自己套上了，又来到了这个墓主的后花园。哎，陈后姐呢？你说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啊？红姐想了想，沉吟道：“有条路。”“对呀。”陈建生先指天后指地：“没得错，这上面和下面肯定有条通道，只要找到这条路，我们就能上去了。”我也很兴奋，因为若陈建生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能离开这儿，就能上去，就能找到大哥和三哥他们。眼下问题是，山魈从上面下来这条路隔哪儿呢？有些事儿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眉目，眼前这个山缝里植被茂盛的地下空间，有可能就是墓主人的私人后花园。若墓主人是界侯，凭借着诸侯王的召号力，或许有可能找来这么多珍稀的花草树木，栽到自己建的后花园里，以便供自己死后欣赏。这种手段其实就类似于始皇陵里的水银为海，夜明珠为日月星辰。二者稍有区别的是，关于骊山始皇陵，司马迁明确的在史记中记载出来了，而界侯这个野史、正史、军史只字未提。关于如何找到这条上去的路，红姐想了一个办法。山魈虽邪门，但仍保留着部分猴子的习性，红姐推测说他们是群居的，山魈族群中少了一个，这些东西会不会派人来找呢？其实也不能算是计划，人家陈建生搁这困了半年了，人一旦逼得没法了，任何有可能的办法都愿意尝试尝试。我们把这只死山魈扶起来，让他靠住一棵树，然后再把帽子给他戴上，衣服给他穿好。紧接着我们后撤100米，藏在一棵大树后面，偷偷打量这边的风吹草动。经过我们的精心布置，也别说离远了看去这山魈不像死的，
倒像是靠在树在那休息呢。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等到了想要的东西。我正打瞌睡，红姐拍了拍我，意识我别睡了，有情况了，赶紧看一看。藏在了树后，只看了一眼就给我吓着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突然呼一下起了大雾了。前方大概三四百米的地方，白雾朦胧之中，这模模糊糊出现了很多小个子黑影，看不清长相，只能看见好多顶帽子，这大概有十几个，而且这些东西身上披着的衣服也不一样，有黑有白，不知道从哪搞来的。这些东西模仿人走路一扭一扭的，你就想象一下啊，这一幕白雾淡淡，有点那个老港片电影的感觉，对吧？百鬼夜行。我咽了好几口唾沫，心都提到嗓子眼来了。很快这些东西就发现了死掉的同伙，他们围着转圈，互相看着对方，像老鼠一样吱吱吱的乱叫。过了一会儿，这些东西像达成了某种统一的意见，四个一伙，他们直接抬起了死掉那只，一扭一扭的就要离开。哎，跟上他们。陈建生率先猫着步走了出去，距离始终保持着100多米，再加上地理环境有利，到处都是花草树木，只要一发现前方有什么不对，我们就立马藏进了旁边的草丛里面。这走走停停，一路上那些东西时不时的回头观望，很险啊，有好几次我们差点都被发现了。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七拐八拐，跟着这些东西，我们走到了一处很隐蔽的小山洞外面。这小山洞外面杂草丛生，把洞口隐藏得很好，要不是亲眼看着这些东西一个个钻进去，我们都发现不了。看着这些矮个子一个个钻进去，我压低了声音：哎，陈土工，你在这时间不短了，以前有没有发现这儿？陈建生藏在草丛里，闻言后他探出脑袋仔细看了看，这么点个老鼠洞还用草盖子，他妈的，我上哪里发现去啊？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多多评论转发，我们下集再见。